是因为他不懂你在讲什么，你必须给他一个很实际的事实跟很具体的内容，告诉他这是什么，我要你做到这个 OK 吗？同意哈，这样对哈。好，不可以。如果你减少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在家里面跟他沟通的事情就可以越来越多。好，那这不可以，各位会使用的吗？如果会使用，就往下哦。来，因为我们只剩几分钟的时间，刚刚回到前面，各位都有写下你今天来最想要问的题目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么如何回应各位的题目？来看一下这几个字，跟我一起念。麻烦的并非什么？事物的本质。好，麻烦的并非事物的本质，而是我们如何看待麻烦。刚刚讲哈，自律里面还有一件事情，除了规律的生活习惯之外，还有一致的言行。什么叫一致的言行？把它写下来吧。一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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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致多重要？一致性多重要？什么叫一致？我每次讲到一致的时候，我们贤人的父母亲就会告诉我：“老师丢啦，我哪有大概吼拢安尼啦，拢喜欢做